如果你也像这样，四肢并不胖，只有肚子大，这是肝不好。你肝不好，还在每天喝酒吗？是啊，那我每天可以吃肉吗？放心，顿顿不用少。肝不好的人，把嘴给我闭上。肝不好啊，吃它，腹胀尿黄爱放屁，吃它，四肢纤细直大肚子也吃它，指甲有竖纹还是吃它，睡觉打呼噜流口水老抽筋都是吃它，眼睛干涩口苦嘴巴臭烘烘的吃它就对了。肝不好的朋友啊，刷到这条视频啊，算你赶上了。像这些肝问题啊，你就不要再浪费钱了。肝不好一个月了你不在意，几个月了你还不在意，拖到几年了你还不调理肝不好的问题，那可就晚了。肝不好不要拖。大家看，这就是肝不好两年了，从而引起嘴巴臭烘烘、尿黄、肚子大、气多老放屁、爱冒汗、流虚汗、流的汗味重、体虚肝凉、疲惫乏力、没有精气神。我看到这些问题啊就来气，只需要每天两次华喜达护肝胶囊，温和好吸收，养肝护肝不伤肝，不用花大价钱。现在下单全国包邮，点击下方查看详情吧。